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 HSS Engineer Bahai。这只股形态是很漂亮的，首先它已经是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，而它所有的筹码主力线，包括这个 POC， 包括这个筹码峰都已经站上去了。它收盘价是 0.48， 筹码主力线的蓝色线、紫色线跟这个灰色线的都是 0.47。都已经是被它压住 ，POC 是 0.47 呀，之前那些200天均线、60天均线、20天均线也是全部在它下面，现在它只是差一样东西罢了，就是前高阻力，跟这些之前这个跟这个小小的筹码峰，看老板，所以如果它有能力突破 0.49， 站上去。青色蜡烛收盘价，这个呢就是一个马路讯号。你可以看到它突破的话，这边呢，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形态来的，看吧，头肩顶形态突破颈线啊，就有机会继续往上冲，0.49左右吧，突破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马路讯号，没有突破的话就继续等待，这是我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